走，伊就袂食。几啊十只野蜂伫身上头前飞来飞去，风是毋敢划过。那个位身到顶头一看，原本放身上的箱啊内底，竟是全部拢野蜂。小编伫边啊看到，嘛感觉真惊人。都蜜蜂会不会怕？会。嘿，哎、啊，又会不会觉得说这个蜜蜂啊长在这神像旁边，觉得很特别？你会怕吗？有点怕、啊。蜜蜂表示，这个蜂巢伫遮已经三年外，原本拢无代志。想袂到庙公伫变数的时阵，唔知是毋是动作伤大去擦到野蜂，结果去予定着，造成身体无爽快，必须来送病院治疗。去甲拔掉。哦，拔掉吓。嘿，去甲去掉。啊，够定做一泡诶。我咧滚下泡啦。滚下泡吓。滚下泡。啊，那乌诶，我是甲留在遐啦。哦。乌诶，就是讲伊遐就是。算讲无想要杀生啦吼。诶，算讲乌诶，从啊，哦，好多遐就是。啊！你敢面叫定着啊？啊！你敢那面叫定着？哎，拄啊面叫定着。因为江庙内工作人员，也是乡客来拜拜的时阵，无慎伊阁发生意外，因此庙方向市民清洗了后，车消防队来到三江抓蜂，是用塑胶袋将箱啊套掉的，结果甲壁顶台蜂巢清除，用了半点钟的时间处理。野蜂群哦，就是筑巢在神明的旁边的。哦，像这种机会是很少啦，一般的话都是在山，像这种蜜蜂它是属于那个土蜂，人家讲的土蜂，不是像那个蜜蜂比土蜂比蜜蜂还小，所以说哈、哦，大部分都是坐在那个外面比较多。马后家在庙公爹接受治疗了后，并无什么大问题，况且市民大波比才平安无代志。记者林云信采访报道。